的福利价格，100多块钱的，我今天给你们开一个半价，咱们到手是10斤，家人们准备手速了哈。是的。来，把手放在小黄车上，咱们烟台苹果今天给你们带来的个个都是精苹果，个个冰糖心皮薄馅大。来，给10单，咱们做个品宣，让家人们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对的。来，好了，家人们哈，来半价福利，手放到小黄车上，我们准备上链接了。对的。来，倒计时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小黄车一号链接库存以上，价格已经开了。大家直接去拍我们家一号链接，都是少量库存啊。大家抓紧时间秒拍秒支付。然后左上角的福袋又给大家开了一个，没有参与的赶紧去参与一下。家人们太好吃了，我给你们报个针，你们先看一下，就是不能吃酸的去买它，不能吃太甜的去买它，这么一点果肉，吃不了皮儿厚皮儿硬的去买它。咱们这个是行走的榨汁机，我跟妹妹每人一天一杯果汁，你们回去榨非常方便，你们自己去感受。来，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右下角的小黄车再给你们谈一下，我们今天哈，我推荐你们去买8斤，多发2斤。对，我们推荐你们去拍大果。我们说实话，开播之前我们定的就是8斤，开播现在又性情了，因为家人们太热情了。刚刚改的链接，家人们给你们加2斤，加2斤。你们也看好了，刚刚让弟弟加的8斤，现在每一个拍到的回来扣个已拍。因为我们刚刚录屏有没报名的家人，对不对？回来扣个已拍，让弟弟看到，咱们给姐姐做好备注。给他们多加2斤同品质的精苹果，好不好？同品质的。还有几单库存？还有3单了。说实话，我们这个是入宴会接待的那种精品果子，姐姐们，你们要知道你们买的是什么。我们日常线下商超一斤要10几块打底的，我今天10斤给你多少钱，你们自己去看。是的。是的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们可以录屏。来，直播间担心我们售后的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录屏哈。今天在我直播间拍到的苹果，如果有缺斤少两的，如果有小果坏果烂果不新鲜的，找我，我给你们兜底。你们可以录屏哈，我给你们包赔包售后，售前有福利，售后无忧的哈。对，咱们都是售前有服务，售后有保证的啊。咱们一颗果子也包赔包售后，坏果烂果压箱变质不营养不新鲜的，全部给你们一颗都包赔包售后的。简单快乐也是我们的老粉宝宝了。秒拍秒支付哈，简单快乐又去拍，又拍了又拍了。咱们家的苹果又来回购了，是好吃，都是回头客。然后对，我们今天这片果园是头茬新下来的，你们要知道，好的苹果不是在超市给你锃光瓦亮砸蜡的，也不是给你摆摊的，是你买的时候它还在树上长着的，我们今天就可以采摘了。我们今天刚开园，现在正是吃红富士的时候，我们给你们做的是精品大果，不做小果烂果的。我们今天这一个园子库存不多，东西不多，所以说我们直播时长不会很长。一会儿下播我们会统计有效订单，姐姐们，我们按照有效订单数给你们采摘发走，发的是水果专线，好不好？对。来，如果说你们是新粉的话，你们就买一单先回去试一试，如果觉得好吃回来找妹妹回购。但如果是老粉的或者之前了解我们三姐弟的，你们直接2单3单去囤，好不好？好嘞。来，还有没有的这单？很多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很多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。会的。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，咱们这里是山东烟台栖霞的自家果园，里面都是现摘现发的2024年头茬新果精品果子。而且左上角没有参与的福袋的赶紧去参与一下，还有7分钟，便宜好多，是不是？还有新来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新来的小小姨了哈，有没有新来的家人？有没有新来的家人们？咱们家的果子的话呢，都是苹果中的爱马仕，像那种皮儿又酸又厚的，对不对？吃起来咱们也是不爱吃的。对，咱们家的苹果，我姐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家人们先直接咬一口吧。咱们平时如果买的那些酸涩不甜的，我给你们看我们的你们看，冰糖黄心在里面，咱们这个哈。苹果中的爱马仕，我跟你们说，其他苹果的缺点在我们苹果身上都是优点。都是优点，你说一下有什么优点的？哎，咱们的话呢，皮儿又薄的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黄瓤的，自带冰糖心，又大又脆又多汁儿的，而且吃起来的话呢，一口包汁，果香四溢的感觉。你们平时吃不吃的苹果，是不是味同嚼蜡呀？是不是咱们是光有汁水没有果香啊？但是咱们家的是果香四溢，酒甜一酸的，喜不喜欢吃酸酸甜甜的？喜不喜欢又脆又多汁的？来，抓紧时间，一号链接秒拍秒支付了。对，抓紧时间。我给家人们说一下，我们今天都是现摘现发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现在拍下的苹果还在树上，咱直播间我给你们说哈，这个苹果是脆甜多汁的。啥叫脆甜哈？不能吃酸的就可以去吃它了，9分甜1分果酸，不能吃酸的去拍它，不能吃太甜的去拍它，吃不了皮儿硬皮儿厚得去拍它。家里老人、小孩、孕妇、哺乳期妈妈都可以放心去吃苹果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好。我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查一查它有多好，一天一苹果，那什么
远离我，对不对？而且如果说是老人小孩牙口不好，直接刮苹果泥，直接榨成苹果汁儿啊，都非常合适，是可以的哈。我跟妹妹就是一天一杯苹果汁，你们可以回去试一试哈。咱们就吃过的家人都知道，咱们这个是精品级别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苹果吗？这是香蕉哈。这是 banana， 苹果、柿子、李子、梨哈，这是精苹果。我们是入高端宴会。做那个高端宾客接待的这个苹果我给你们发的，不是外面的小果冻果和烂果，我们这一斤我就给你们说实话，在我们本地超市都要10块钱一斤起步，我们一箱怎么也得100多块钱了，家人们，你看看我今天一号连接来，弟弟们，咱们就是库存不多，对不对？弟弟，对，库存不多，还有多少库存？还有最后5单，来，家人们，还有最后5单，刚刚是拍8斤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拍了的家人们回来扣个已拍，咱们弟弟给家人们备注一个多发2斤，太好了，我来说一声，对。说一声让弟弟看到，他得做备注，这个东西他得做好备注，然后告诉你10斤大果给到你们，然后我们一号连接，我们的大果10斤是直接是50多块钱给到你们了，对的，你可以点进去秒拍秒支付啊，是一样的吗？都是红富士哈，都是咱们家的一个。对，但是会更熟一点，对，因为上前两天的话呢，它是早熟批嘛，因为大家知道越靠近霜降的时候果子是越甜越好吃的，对，如果喜欢吃甜口多一点的，那这一批的话呢你会更加喜欢的，对，而且的话呢如果是说拿到手了，对不对，是酸甜口感的，你再放2天它就是一个接近纯甜无酸的，对了，如果喜欢吃酸甜口的倒了直接吃，如果是说喜欢纯甜无酸的再放2天吃，是的，大果小果的话呢，来主播推荐的话呢拍大果往上走了，对的，这是咱们的一个中果，而是75往上，这是咱们家的一个大果啊，是在80、85往上的，是不是？对的，85往上的，因为果子越大越甜嘛，果子越大越多汁的，越好吃的、嗯。而且的话呢，咱们大果往上性价比更高的，主播推荐拍大果往上哈。对，然后是越大越贵，品质越高，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给你们做的也是很低的。对，是的。咱们这个的话呢是对比，中果和咱们家的一个大果果王的话呢，给我拿一个果王，刚刚被我啃了。果王给我拿一个哈，这个是咱们的中果，这个是咱们家大果，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，所以主播推荐你们拍的话呢还是要拍一个大果往上走哈，大果往上，这个不是，对的，对，然后我们是烟台栖霞原产地，我们自己果园产的红富士是头茬的，树上天然生长的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可以放进去吃啊，对的，然后这一点就是正常的一个果霜，你们擦一擦就行了啊，对，这就天然生长的，对，自然生长的，树上熟的，所以它的话呢，就是大自然赋予的一个香甜的一个口感呢，是自带果香的。是的。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茫茫的一个果霜，你们擦一擦，一般我们栖霞人的话呢，就是擦一擦，然后直接可以吃了。原产地直接现摘现发，你们现在拍下果子还在树上，我们会统计有效订单给你们现摘现发出，你们吃的非常新鲜的。如果不是山东烟台栖霞这边原产地给你们发的话呢，咱们是要赔到死的，真的是。确实是山东烟台正宗的栖霞果子，而且的话呢是树上转一圈给你挑的漂亮的果子，好红了，是不是？是可见即所得。今天如果说收到了，觉得和直播间说的不一样了，然后有小果、冻果、烂果了，我们是包赔包售后的，包赔包售后，你们可以录屏哈，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兜底，售前售后无忧的，姐姐们。而且我要给你们说一点，就很多地方都说他们的苹果好，但是烟台，但是苹果之乡是我们烟台，水果皇后是我们烟台栖霞的红富士，是我们烟台，首先呢，我们的地理位置，我们的地势，我们的地形，我们日照充足，昼夜温差大，并且我们的种子是经历了改良的，我们出来的苹果就是皮儿更薄，肉更多，汁水更多，皮儿薄馅儿大，非常足，所以我们给你们带来的是精品果，小果我们都没错。精品的果子啊，你知道精品果在我们本地超市10块钱一斤往上的，是的，脆甜脆甜，100多块的，我们是供高端宾客的，我今天挂到一号连接做50来块钱10斤。是啊，姐姐们去买它，所见即所得，吃起来是脆甜清甜又多汁的，对的，老人小孩孕妈哺乳期妈妈都可以放心去吃，老人小孩牙口不好刮成苹果泥榨成苹果汁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没问题、啊、我给你们兜底儿，回家洗洗直接吃，皮儿非常的薄脆哈，姐姐们，一号连接是脆果的、嗯、是脆甜多汁，知道什么叫脆甜多汁吗？又脆又甜，皮儿薄馅儿大，而且是9分甜1分果酸，吃不了太甜的去买它，吃不了酸的去买它，吃不了皮儿薄吃不了皮硬皮厚的都可以去买它。还有我们家一号链接啊，我们这家只有少量库存，一喜欢的赶紧去买我们家一号链接。第一次来的朋友，我觉得不用买太多了，你就一号链接买一单试一试，好吃再来回购。
对，如果说哎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们都是栖霞果园自然生长的，你们吃一次你们就知道它差别在哪了。吃的好再来找我回购哈，姐姐们。是的。老顾客吃的都是三单四单的去囤的。是的。哎，咱们做的售前有服务，售后有保障，咱们坏果、烂果、压箱的、变质的、不新鲜的，咱们一颗果子我都给你包赔，对，一颗都包赔。所以家人们完完全可以放心的，而且今天拍八斤我给你多发两斤，对，发的是同品质的精品果子，全部都是 A 级果精品果，是咱们出口级别的果子，对，全部都是苹果中的爱马仕。你拍大果，我给你发大果，对不对？你拍果王，我给你多发果王的。对的。那你吃到的是同品质、同质量的一个精品果子，精品的果子。一号链接只有最后一单了。是啊，少量库存，赶紧去拼手速一号链接。福袋要开了，给你点一点福袋。有没有新进来的家人们？有的。有的。来，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扣个小一呗。来，我看有没有新进来的，来看看有没有新进来的家人们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苹果，因为你们新进来可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但是进来直播间一定是喜欢吃苹果的。来，有没有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？有的。小一，小一，来，这是谁？少少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少年阿桃是新进来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还有没有是第一次进来的？家人们都是喜欢吃苹果的，妹妹，对不对？好嘞，欢迎你们。外面买苹果，咱们担心什么？担心这个酸涩不甜。